什么？吓唬小孩子算什么本事？从那里面出来的，能是什么好人？看你们坏人就长这样。怎么？才刚放出来就想动手啊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滚回去！给我站住！往里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可恶！军人不能跨越边境线，不然会引起战争，谁都不能开枪。不听话是吗？不知道的小娃娃，帮我踢脚，这就对了嘛！你们也不过如此，来救你们公民啊！陆总官，听到没有？你想坐牢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要你狗命！沈天，你公明沈天擅自越境，逮捕我吧。该死的念头，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